现在所看的是 GB275A XXP/3GB 最大面积可以达600×600，加工真品底料可以做4毫米。我们现在这里是动态调节部分，可以做300、400、500、600四个面积任意调整。这里是动态调节手柄，这里是升降手柄。我们现在在看到的是做斜面加工，目前是在红光预览达标的位置。好，暂停，我们开始。我们现在看到这里有两个绿色的按钮，这是双手开机安全装置。这一片所需要的时间是23秒。23秒，完成。